是飞熊妈，我们现在人在福朋喜来登。好啦，我又来了，对，我又来了。准备要吃的是星光 BBQ， 这 BBQ 呢，一个人是880，然后小孩半价。跟其他的 BBQ 差别在哪里？不用动手就有人弄给你吃。我推荐几个很好吃的东西，有人直接剥蚵仔给你吃，哎，你要自己打开这个蚵仔，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还有这个，哇，这个很夸张，绍兴酒去焖的烧酒虾，哎，有铁板料理，是直接帮你现场孜然羊排、牛排、鱼排。要拿就好了，你根本不用想太多。姜丝海鲜汤，好，我就是要吃小馆啊，是铁板小馆，铁板蒸给你吃，想看看有什么菜色。仙人掌冰沙，仙人掌果汁融合了颗粒，酸酸的，非常好喝，啤酒喝到饱。直接 Corona 干杯啦！澎湖很有名的冰淇淋，掌上明珠，红炉草冰淇淋，仙人掌，花了880的价钱吃到非常多种类的菜色，提前定位，不然可能没位置。光 BBQ， 它还会有就是现场的 live band 气氛，还蛮好的。它不叫狗母，它是狗母鱼，好吧？非常非常的 Q， 然后是很澎湖的。点什么？哇，你好会点哦！海鲜蛋，在这边不用自己动手烤了，你也不用怕烧焦，你就是可以一直吃你想吃的东西。一整桌东西，然后来推荐一下，就是这个澎湖的蚵仔，而且澎湖的蚵仔是直接有专人剥给你吃。还有这比较特别的，就是澎湖的小馆，来澎湖就是要吃小馆，羊肋排全部都有人烤给你吃哦，澎湖在地的，在这里也有人吃，好，来一杯吧。